瓜核也很多呢。被雪板敲的吧？有可能。今天可能需要穿太多了。我们那时候大四股滑了八天，怎么那么快就过完啊？啊？每天这样滑，怎么那么快就过完？有很快吗？李大夫滑两天，然后弟弟去滑两天，后四天都在李大夫，对不对？顺序是这样。好像是三天吧，先滑了三天还是两天？三二三哦，我忘了。我觉得最夸张是那个靠蓝色小柱柱滑的那一天，有个头昏的，看不到小柱柱就要惊慌了。嗯，你不会吗？就觉得天哪，路在哪？路在哪？全都蓝的呢，一片都蓝的呢，没看到云。所以本来的晴天搞错，我还以为是昨天，是吧？预报。嗯，我觉得我们最近看天气预报，它都有 delay 的倾向。他说二就变成3。而且今天叫晴时多。那大风雪会变五跟六啊？我们回家会麻烦的、欸。嗯，应该也还好。我。昨天睡觉时想到了一件事，是我们没有确认回去时的巴士站的位置。不过我猜门口他应该会画个图。不是我们来的时候的巴士站的位置啊。啊，方向相反啊！我是说，之前西馆他会再绕转一圈回来嘛。嗯嗯嗯。对，位置一样。那问一下柜台就好。我猜门口旁边就画一个，会画一个。因为之前西馆出去之前，他也画了一个，他说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们拎行李箱这么明显，他应该不会故意不载我们吧？嗯。那你有车票的嘞？有啊。上车直接给他、哦。下车给的。那就下车给他就好了。嗯。因为他是下车交钱啊。不过。短程应该也要抽整理券什么的吧？例如说，他只坐中间一小段。好了。没有，我要开始把东西穿进去了。哎，我开车进来也没有插电，这样也还好。这种我开着它也不会充电啊，它有在充电吗？你要花一阵电之后，他想想说，我来充一充好了。嗯，没有。而且他充电的时候看不到出来。故意给他发电。对呀、啊。在闪的吗？刚插上去闪，现在在闪。嗯，对啊，现在他应该有耗一些想要电了吧？复杂一下。那台机器的麻烦就是充满了，它会自动关机。哎、欸，还不用扣。啊，接下来这一针。
欸，你说滑走我也不会念，对，查一下字典，滑走的，乱猜。但是搞不好下面还是云海，会不会？嗯，闪开的云海现在就看得到了。哦，已经闪了。小云海啊，总之今天有点太饱，难过。嗯，太饱。嗯。所以两个拍照看板，其中一个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这个这里的人懒得摆出来吗？最下面可以切到东莞，对不对？先对啊，先拍照，两个拍照点拍完，接着切去奥智河，对，切去东莞狗多啦，东莞狗多啦，坐上去就切去奥智河。在那里啊，在那里啊，在那里啊，在那里。
我刚刚说在那里啊。啊？我刚刚跟你讲说在那里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快看到了，他们，我的发音可能很奇怪。上面还有月亮。然后他们又，什么什么？红国民，红国民。好哦，我孔明，然后他们念的不一样。我孔明，就念法不一样。要拍照，拍照，先拍照。好热哦。来，啊，你很热，先放着。这边，人在太阳下可以拍。啊，丢。然后那边也可以拍，好多树边亮晶晶。那边也可以拍，等一下滑降到那边的时候。好热哦。大太阳呢。你在等我的相机吗？哎呀，拍照吗？哪里？你要我相机？这里啊。哦。有。好了。好了。嗯，会不会人太小？但是因为树在上面，所以人好小、喔。对啊，那就人站近一点好了。那你帮我拍不好的，然后自己拍，那你又人太大了。太大。你刚指的吗？没有，应该没办法，因为人那么低，树那么高，所以人还是只能那么小。好了。好奇。不用了啦。那就一张就好了。好。你要再拍吗？好。人刚太小。而且好像人没有向光哎，所以这样，我拍直的好了，预备，好，有了，好，有了，好了，好，就这样，下个点，先热身，去下个点，那个那时候光朝那边，然后往拍右边的树，这样应该不错，好，热身。我要拿着棒棒。这个懒得插出啊，这么可爱。我去找点。这里，这里可以拍到一堆树啊，横拍。
直拍的话，上面有个月亮，而且人是面对太阳的。好了，有了，一张，好的。来了。好了。对，拍不到月亮没关系吧？而且我刚刚直拍，你不要凑过来，我还没拍横拍。而且我刚可以拍 0.5 啊。好了，我缺 0.5 试试看。我知道，这样我们月亮，哎、欸，它停下来了，嘿咻。我先拍一张看我看到什么，这样有没有月亮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只拍了 0.5， 他在等人呢、欸。这个人小心翼翼，走了。好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了。我在拍直的，好，好，换你。我也不知道你要拍什么，也不知道。这样，广的人很小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月亮。然后一般的也可以拍。哦，好热，好热，晒得很热呢。没关系啊，0.5才有吧、哦？先正常拍掉。我看不见，一二三，然后一啊，一，完整不完整没关系了，一二三，好，横着，横着半身，嗯，一二三，横着要0.5吗？都可以。有我哎、欸。嘿啊，会有影子啊。一二三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、啊，你就四张，没关系啊。哦、oh, ，我要拍一张这里的风景。对啊，为什么不拍一张这里？这朝下的话人黑黑的，所以朝下就拍风景就好了。好了，去下一个拍照点。好热。我已经拉开了。没有风。哦，一大团云。刹车场会让你，我刚刚也是，身体太朝右边，快要倒。嗯，好啊，看一看就好。我、哦、下一个点再来拍，还是这里也拍一下？记录一下没？这是记录。嗯，因为前面都是树啊。好，拍个几张好了，反正又有月亮，拍一下。月亮到底在哪？我镜头我现在看不见月亮。没关系，回去再看有没有，没有也没差。啊，他们也是晴天，那他们昨天是阴天呐、啊。你说谁啊？下面的人们。没有。好，随便、啊。嗯，好了哈，下个点。哎呀，山上的话就只有一小撮云在走来走去。
下去一点。对啊。我好像过头了，是那里。这里啊。对啊，我过头了。前进不了，你可以拖板就可以站到前面了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好了。可以吗？都好啊。走了。走。好，我跟你走吧。左边，怎样？怎样？走了。按哪里要走弯？这是三号。三号之前慢下来，然后看。三号左转，因为就是那天就是这个样子。对对对。上得去的，往右边加点速，
晒太阳好吗？再把它拍下来。你都有爱心过来的。而且它西武狮子是吗？对啊。嗯，我要用二拍。啊，62。好。它在柱子后面。没有爱心啊。下一个就有了，他可能四五个月要有一个吧。好热哦，太热了，没拿开。这个是 Olympic 吗？是啊。志贺联络道应该有开吧，它有两个方法去，一个是山顶走过去，一个是滑过去。然后之前看过年的时候，我看曾经有一天那个联络道是没开的，不知道现在如何。联络道是走过去的路还是滑过去的路？没有，滑过去的路。滑走可能。
这一条缆车，下来踏踏踏踏踏，要滑到底，要坐这个拱洲了。然后这一条椅子都没开，然后这条雪道也没开。三二三这两个拱洲了。我们现在坐的是，当然是这一边啦。我们现在坐的是这一条。对啊。所以上来之后滑下来，一直靠右，靠左滑，一直滑滑滑，而且只能坐拱洲了。这一个没开，这 lift 没开。你坐上去之后要滑下来一次，还是两次？两个雪道。奥兹赫奇啊，这些缆车也还没开，是怎样？没有，拍谁也都有开，都有开，四八、四九、四七、五三全都有开，有啊，一二，而且它有接山顶的，它的山顶可以走回来。好，缆车都有开，那我们去到之后联络到，先做一次低的，再做一次高的，好，就这样。乱七八糟的也是雪道啊，应该不是吧？不是，因为下半部的草太多了。下半部是树，那个是雪道。嗯，也是很多凹凹。我觉得那是个废弃雪道吧。我说以前开发，后来不要了。后来可能不知道为什么。啊耶！啊，我觉得里面好像有个谢谢沾到，昨天一直看到那个点点。好了，口罩拉好。不过我觉得上半身暖暖的，被晒的。对啊，被晒的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没有融化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，因为融化就会造成冰了。那现在看起来都没有那种迹象，这个温度不错。奥兹好像没什么好看的，它对面，它对面的风景就那样啊。往黄看，好就哦，走了，来过了。对啊，接着再去四小屋拍一拍风景。Family 可能先滑一次来这样，总是看时间啊，现在也不知道几点。哎呀，那边，都是雨吧。人群好像就是这样。奥兹赫的 hotel 我不知道撑得住撑不住。哦，最里面的奥兹赫。对啊，最里面。
不愿意用走的。偷懒什么？偷懒没把奥空名架住。但是我们去年拍过，所以我们知道有那个牌子。蓝，非常蓝。而且你看这边的树上的都没有雪呢，为什么？哪里啊？这边的树都没有雪的颜色啊。你就说下半截吗？对啊。因为比较低啊。对面吗？融掉了。好。好多人哦，就这样咻咻咻 S 来来的去去。好，下面的黄牌子的左边，四号是吗？五号，啊是五哦，五号那个是前面那个，我确认一下，我觉得是五号那个。对啊，走势哎，到底是哪个？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有可能。嗯？看不出来。到下面再转不行啊，我没有，我又要推了。好，我去那边看，我再跟你讲。对啊，对啊。
冲啊冲啊！右边下去坐缆车吧。啊？是啊是啊，每个都给他坐一下。哎，有动物的脚印呢。啊，嗯，刚刚这里好像有脚印啊，在这里就有脚印了。这里有啊，从这里。对啊，搞不好这里面也有。都有。哎呀。好蓝的天呐、啊！对啊，如此一来，我们志贺高原就全都滑过了。
接什么冰？哦，你是说掉下来了？也不应该粘在下面啊，雪是从上面累积的，不是吗？敲松鼠的门，敲敲。哇，这样是要怎么切去缆车站呢？刚一路上有岔路吗？刚一路上有看到岔路吗？奇怪了，等一下稍微瞄一下地图，我预期前面应该要有别的路啊，不然的话我们要去哪呢？而且这边你看几乎都没人滑过，几乎应该会往另外一条路走吧，这边可能太平了。那个人是在拍照吗？那是真的人吧？他这个 pose 定住太久了。还是可以啦，这还有个坡度啊。我们现在是麻痹了，你看树的方向有一点歪。他还在比，是走那边吗？可是那边感觉朝上呢，感觉不是。真糟糕。我们好像要往下一直冲还是怎样？唉，好厚。你要去躺一下吗？你要在这里躺一下吗？你要全景。好，那我来看地图。没有人啊，觉得很适合全景。好，我在这里看地图。有人了，刚刚那个缆车站左边有一条路，往下也有一条路，他说可以滑到缆车站。好，我懂了。你要我的躺啊？啊？那你要帮我拍一拍啊？你要吗？那这一面比较好啊，因为这一面面对太阳，还是这一面？等一下，我们先侦测一下，这真的可以躺吗？你自己侦测好了，你搓一搓看看，觉得行不行？而且你要躺，反正你也要拖板，你就先拖吧。好像还可以。我东西拿一下。我可能要离远一点，先跟你拿相机，再离远一点。
算了，我现在离远一点，你拿给我再后退就好了。慢动作吗？是啊，是啊。你刚侦测过了，不是我害你的。我后面你大概要帮我拍哦，拍干净啊。哦，好。好吗？开始录了。一、二、三，没有很深啊。不过你陷进去了。你爬起来你就看到你的洞了，你出来就看到了。快帮我拍拍。好好，再拍一张。好，有你的样子。旁边再一个。等一下，还要，好好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你这一次躺下去之后直接站起来，然后留下这个形状，然后我从头到尾都录，这样好不好？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越来越薄了。站好，站好，开始录了。一、二，哎，这个好像更深哎。好了，爬起来了。好，走开，走开。这更深，这更深。不是，是因为你。比较低，所以你的速度比较多。帮我拍。所以，干嘛、啊、一直吐我？你先说好，好，我戴上手套，都在背包上面。哦，帽子上也有。啊，钩破还好吗？钩破完全没事，因为没那么深。想要正面的、欸，正面会怎么样、啊？你说什么正面的？正面不行啊，正面的话，你的口罩什么全部都完蛋。这头不要下去啊！不，你没办法控制，你会被人手撑下去。对，怎样？这不就是摔倒吗？松啊松啊。好，来帮我拍一拍。不用啊，你自己不就拍完了吗？你已经拍完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我们把这里的形状都破坏了。等下，人家没了。那两个应该是有人做过吧？好，我们刚上当了，就是坐了这个很慢的缆车，接下来要不管这个缆车站，一直直直冲，一直直直冲，中间都不减速的、哦，一路冲到底就是贡多拉站了。真的啊，我刚看过了。哪里呀、啊？这条路啊。这条路哪里走到底？前面还有路啊，就是一直冲啊。你说中间有一堆他放置的东西，再往下还有路、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好，先看这两个人去哪里。要不要这里拍一张啊？哦，好啊，虽然有景色蛮普通的。但是就是整个街道都没有人。哦，好，好。那你帮我拍，你要拍吗？我不用了。那我拍一张，这里很普通，就是都没有人，没有毛的树，不，没有雪的树，没有毛。但我手套湿了，刚这样弄一弄，又是太阳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我看一下的他们两个，还看得见他们啊？哎呀。我看他们走左边的路还是直走的路，有两条路，但是我猜直走的路比较好走。
欸，他还停下来了，要命哦！他该不会一直滑这里吧？好了，不管了啦，快点，拍完走了。一个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好。好了吗？对呀，好了，好。好。我没有关哦。我看到有人从。你怎么拍0.7啊？哦，我没有录啊，不小心碰到的吗？好，有些人走左边，有些人直走，就是都可以。现在就是走左边的，左边那个，两条都差不多。我猜走左边比较好，因为左边的路比较短，直走的路比较长。理论上比较长的路比较平，会缓掉。对啊，比较短的路比较陡。好，反正你比较快。都是直走的路啊，奇怪了。嗯，月亮越来越低耶。它沉下去了吗？好像是，一边上一边下。一宿，一宿，太阳上，月亮下。这是发展很早的。嘿啊，应该是吧。1965。嘿啊。哦，请注意，最大28度。
奥智赫我之前没认真研究。线跟绿线而已啊，滑到底的时候尿个尿喝个水，然后你可以顺便看一下他的店里的餐啊，但是我猜收收吧。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去四小屋了，理论上我们大概十一点到四小屋刚好吃午饭，现在快十点，我猜十一点多一点。我有点想喝水尿尿。好，接着我要看智赫自己的雪场地图。我印象中真的回来好像只能用走的。走的什么意思？就是山顶走回智赫高原，烧鹅山的山顶啊。我回不去，没办法用滑的回去。我看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
过也因为是二月底了啦，难怪那个时候旅馆都比较便宜。怎么知道？去年228那时候啊。对啊，一样是228。我又不是228。你在说白马还是说？白马、啊，我就说梅池啊，晴空万里，但是雪不好滑、啊。但是这里现在这个温度是晴空万里，雪很好滑、啊。你看左边那个山顶。高尔山的第一啊！哎、欸，它、啊、这样好像是走上坡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我们这个狗段、啊、还有一段往上的切，哦，所以回去的话运气好可以滑一小段。快到了，我要戴眼镜了。对啊，这三个肚子。你是说往左边滑去吗？往右手滑。右手。但是我看到饭店的那一边啊，我说我现在看着左边那边看见了。对啊，我是说下缆车往右滑。哦，就是我现在说左边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两个方向不一样。多坐一段去山顶的缆车，然后我们从山顶滑。都可以啊，我可以说什么我就都可以。我看一下啊、好，我决定不多坐一段。为什么？因为多坐一段的滑板会，因为滑到我们刚刚那个地方。他不能回到缆车上。你看就是，我刚看。它要往上推呢，不好推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ぞ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下到底，我们一起啊！哪里去了？在哪里？从这边滑下去，左边。来看这里，这个小雀儿去山顶，接着从那里去志贺高原那边走过去。然后，我想想说，哎，要不要先滑一段这小段？因为没滑过，但是。你要从那边加速度顶到上面这边回来，才可以滑到那边。所以我觉得算了。这样你就没有把它的路线都滑完了。所以，我们回程的话会坐那边的缆车吗？一上雪石要不要去拍一张？有吗？石歌粉雪使用。等一下再拍好了。要吗？好，那要放下，插在这边好了。你说再往边？对啊，滑那条路。但是那边都没人啊，我怀疑插得住，插不住。对啊，就没办法、啊。下面那个粉雪可以去插那边好了。哎呀，你要看粉的地方啊！
不想用，不要用。可以吗？嗨。整个框框刚好吗？嗯，好。这就正常的啦。好。好，快点。那个棒动动而已，要吗？1969。很低耶，我要跪下去。看不大到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我有没有到沟口？没关系，应该没有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死掉。对啊，我不用。他在锯什么？锯短红棒棒。左边跟右边都是三号。那是要我走哪边？好像很窄，好奇怪啊。右边好像超窄。对啊，感觉有点危险。这样为什么不拿？我轮流拿。啊，你要走左，你要走左边，我就直接拿上去放了，我就不要。我过得去啊。你要走左边吗？左边啊。
这些树枝。哦，漂亮啊！对着光没办法拍。嗯，只能拍它了，或者是拍那边，拍个一张。这样我好像刚好会拍到你。拍到你的背影。好了。那我要走开，我走开，你说走。你跑掉了。啊？走。我已经拍好了。那你抓不着我。那就一起拍啊。不会啊，就这样啊。再拍一张。对啊。有，那就拍个太阳好了。嗯，好，拍好了。好了。嗯，下了。好，嗯，我先下吗？不要，我先，你先说。嗯，那我就下，然后下面就要一直冲，哎，一路冲去旅馆。旅馆啊？其实跟着缆车线啊，冲到缆车站。不要管，不要管我刚讲的话了。总之就是跟着缆车就对了，因为我要去，先去缆车站附近看看吧。下了。你说走？直接下我滑这里。哦，好，那我走了。
这里没有啊，上去再说。
说什么？很窄哦。你想试试看吗？这是联络道绿线，你刚刚有看到吗？就好像又窄又那个。对。要试吗你？是可以滑啦，但是我不想滑你后面。那你先啊。但是搞不好你比我快。不会，我可能。你先好了。我离你稍微远一点点。好 ，Go Go。等一下，还好呢。进去就出来了，一进去就出来了。我刚才上面有看啊，这里进去就出来了。啊，我记得我刚看到比较长。还有下面一条，还是他进去就不出来了？下面还有一个进，还有一个黄色的牌子，前面黄色的牌子那边，你要插上去啊？有人插上去，你就跟着插上去。这里，你看那两个人，他写什么？温泉还是什么？
边有一个缆车，就坐左边。那里也有个缆车。啊，哪一个啊？哦，不要坐是不是？那我们去坐那个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好啦，滑完啦，奥智慧完成，走了走了，你先上吧。
哎呀，一直上，一直上，要坐三段，还是坐两段？你要走过去吗？好像是拍照的吧。会倒。奥智赫令，我也有一点。去广东啊那边。山哦，难，这边不能走，残念这里走不了，好像，其实很冷，还嗯，看起来好好广的，全都是树冰这样。人也拍的，不用了吧？哦，你的，好好，我不用，你可以拍。OK 吗？好啊，好啊。这牌子拍的，因为现在人的话有点黑了。哦，随便。对啊，你要去哦，小心哦，回不来。踩啊，踩啊。耶！加油！
它是自动会有 HDR 吗？搞不清楚。拍得到吗？拍得到啊。那当我侧这边一点呢？也还好啊，脸有，好，看一看。啊，手好冰啊。又要手好冰啊？我不用了。啊，去拱到了尿尿。这也拍一下好了，亮晶晶啊。揪来一下。好，这样可以，用你的手机拍。我先等一下，这看起来背后很厉害呢。我在扣我的。我有可能把眼镜拿掉吗？不要了，哎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先试这样子。你看照片，背景就很厉害啊。这么窄啊？为什么不是宽的？那我再拍宽的给你。横的啦。景这么大，为什么拍直的？对啊。好啊。那眼镜拿掉，要吗？好，可以啊。0.5，你要慢慢拿。不行。好，那算了，就这样。等会，才刚要拿掉那个地上的白，已经就让我瞎了。好可爱的啊！姐姐说要可爱，要什么姿势啊？随便。跳高一点，好，再来，刚那个方向，换一边，好，再来，指挥下，好，就这样，你看看吧，你要不要？好，0.5拍好像很厉害呢，你居然有拍到这一次。啊，那边那么广也要拍到啊！好啊，1、2、3，正常的，好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嗯，好了，这个俏皮，别的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怎么一样？哎，不对啊，你是双跳啊？那是哦。还好。好，走了。好，可以。去尿尿。然后，因为缆车站是高的，接着滑去旁边低的，坐去山顶的那个缆车，坐去山顶的 lift。山顶 lift 可以这样滑不滑？可以滑，因为滑下来还是一样山顶 lift， 所以我就滑一次。先去拱多啦，站。有。就放着吧，就放着。关一下啊？有啊，还是在楼下？
可是他写有啊。多一点。对啊。山路看休息。不是山顶站哦，所以没有。这里是山顶站还是山？都不是休息的。好吧，八好下面才有。那再滑一滑才有吧。我只看到 toilet 暗内，以为这里有，那就去 lift 那边了。没什么人，你要滑这个左左右右吗？要吗？超简易版，哎，教学中，好像不行了。好吧，
眉毛痒痒。滑一次之后就得走回去了。那我跟着你滑吧。这里上面可以滑一滑，下面就一直冲去缆车站吧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收走了，他们把它收走了，插到旁边去了。收走了。一样在上课，但是上的东西不一样。一个在学测降，一个在学披萨。
前面都要用走的、啊。这一小段可以吗？要穿吗？啊？这么一小段而已，不知道能滑多远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前进多远。还是用走的吧。看到那个站了，那个人很有毅力，他滑过去了。这里就可以用滑的了。对，再说就是你要下滑以后回南馆的缆车，还是你要现在这样直接走过去？现在就滑过去啦，就直接可以。不用滑的、哦。可以一路滑去那个啦 ，Family 啦。上面可以用滑的、哦。可以啊。我也要用的。一路去 Family 啊。
对啊，是啊，直接去啊。
吼吼吼切切切 shot shot 超过啊爬吧叫你啊我上了哦，你也摔那里了，你也摔那里了。嗯。
的。好了哈，就去了，去搭上桥的缆车。上桥的小缆车。
今天人好像更少了。抱着小孩是吗？还是一个外套？嘿啊，好像是一件外套。吃完饭就一路去苹果派，就一路去苹果派，一路去，然后吃一下，再一路回来，也就四点了，是不是？直接就去嘉义了，西馆山滑滑看吧。上次西馆山都没滑。那这一次不要滑嘉义特，就是吃完以后就回程。嘉义你可以滑得到的，为什么不滑？因为那个缆车很慢啊，滑个两次吧。滑个两次，那就不要滑西馆山了。为什么？昨天就四点了啊，昨天就搞得。哪有？真的啊，昨天才滑五次，才一个小时，五次。那也是两点以前，在那边乱滑一阵啊。也就是说。昨天吃餐厅离开的时间，你要再提早，才有多的时间滑西馆山。可以提早啊。或者是说今天不滑 Family， Family 就只是滑下来这样。回家的路。对啊，总之四点以前要上那个嘛。知道了，有记得了啦。你现在三点半就到了。紧张。什么紧张？啊就。不然就坐巴士啊，好啊，那就坐巴士啊。没有啊，就四点以前会搭到那个车回去呢。对啊，不是那个缆车回去。总之都要有计划。太阳十一点出，那不然十二点就开始滑。不
不知道要吃晚饭啊，但是你吃晚饭又不能马上吃苹果派，所以时间就要配来配去啊。还会去东莞山看山吗？今天比较懒，也不是比较懒，应该是说懒，应该说我们之前东莞山是上午就拍了，而且你从四小屋去东莞山，你那一小段你就要往上爬，所以是回程刚好会过东莞山，回程的时候拍一拍。那意思一样啊，变成你吃完之后，那些时间你就要配啊。那就不要吃苹果派。嗯。好啊。今天晚上要吃锅。嗯，有道理。今天不要吃，明天吃。啊、晚上要吃锅的比较多。那明天再吃比较好。对。所以特别去滑 Giant 滑一次再回来，这样吗？还是也可以不用去 Giant， 可能明天会一直滑 Giant。你到底想吃很多山吗？啊，我没有，因为很少山。今天这样晒一晒，今天这样晒一晒，应该上面已经不大行了。哦。所以就算了。本来还有一点想说去看看也好，现在觉得就算了。我觉得奥智赫那一个真的不错练诶。我们刚下他那个什么奥智赫名物。那你刚刚怎么不说再滑一次？没有啊，没有时间啊。我是说以后。没有时间？为什么我们没有时间？因为我们要来吃午餐啊。想滑就滑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说那个很好练。如果要专心练功的话，那里不错练。不过他的。缆车也没有很快。时间这都可以啊，你想去哪都去哪。我只是跟你描述那边。哪里没有时间？啊？哪里没有时间？我就排好的时间，我就会想这样做，而且还想尿尿。累一段，嗯，啊，怎样？嗯哼，就累了。现在这些都还在。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还是因为是高度的关系？难道奥智赫的山顶没有这里高吗？为什么这里的看起来都比较漂亮？哎，拍个照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旁边有阳光，有蓝天。就是这里好看，但是它都暗暗的啦，这样才能走。你要拍什么？我想要拍这个，然后跟蓝天。可以啊。可以帮我拍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我想，然后，哎、欸，对啦，你都没有帮我拍那个人像的。啊，你说是没脸，所以拍不到人像，是吗？没有。有蓝天。好的。
有蓝天鸽这个树吗？有吗？然后我要人像，试试看。人像不是直的比较好吗？都抓不到哎。好，你拿拿看。而且等一下还要坐一次缆车上去才能滑去餐厅啊。没有，它就在旁边走过去就好了。有点距离呢，走边十公尺处吧。有点距离呢，好，你自己看看再说好了。它真的是在缆车一路上走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就那一段距离要走啊，看你要不要走那一段而已啊。有蓝天跟这个细枝的，可以啊。好累。刚太暗了，这样子人比较亮。这样吗？往这个位置陪。好。好吗？不过人很小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让天很多啊。你要狠的吗？我想要这样子的角度。那因为这样不是对着太阳比较亮吗？好，人比较大一点，横拍。你都弄到 0.5 吗？为什么都那么小？我都 0.5 啊。好，我弄一给你看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你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拿去。我根本没有准备好啊。你就看吧，然后再拍个半身给你看。我太近吗？也不是近的问题啊，人的高度就这么高，树在那么上面。就翘上去呗。好，我翘上去。好，拿去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我要这样啊。就只有半身欸。那这没关系啊，我没有要全身。你要不要？我不用了。这棵树好看，想拍棵树啊，树好看啊。
直冲咯，从头到尾都要直冲。先到缆车站啊，然后你自己看你愿不愿意走那一段。你说就说嘛。没差，你决定。你要走吗？好啊好啊，用走的、啊，用走的、啊，你说用走的，走啊！真的要走吗？没有，滑过去，干嘛就逼人家？我没有逼你啊，我昨天就已经看好位置啊，就真的有一段距离啊。逼人家？哪有逼人？你就不用逼人家，你就跟我说你走啊，你走啊，就不用逼人家。就是你一直这样讲就不相信呢、啊、就说明明在旁边上走了就好了。富山很热很热，那等一下要走左边冲过来，还是要从这边冲过来？不可以。这边冲过来你会没力。哪边？右边冲过来你会没力，左边冲过来你可以。那就是昨天的那个路线。你说这个滑到下面没力啊？因为接不过去啊。接不过去、啊。接得过去，但是你会冲不到。我应该冲得到。欸，上次我们走的是最左边，那这次我们走中间好了。我很饿欸，本来还很饱欸。你说你还说什么啊？时间哪会不够，多滑点啊什么的。
就一切时间都是有限的、啊。我又没说我想滑，我说那边看起来非常好练。他好练不是想练、啊。我今天没有要练啊。如果要练功的话，那里非常适合练。没有，看到没有票呀？没有啦，明天而已啦。这一道是不是上半部是凹凹凸凸？我在看这个雪道的上半部。连号吗？有啊，都会这种都会连号。不是，他在六零三五五五六。嘿，树兵，树兵，好多好多。就冻成一块。超过了呢，你快要看到尾巴了。因为这样子数过去，前面就快要变成是一啦。都是雾，是小东莞山顶在雾里面嘞。先去吃饭啊，反正等一下又会来。啊，走，往中间这一条。左だけ。ふふ。
哎，不行啊！什么？有薄片，我想有人掉塑胶袋，搓两下。那是之前人差的痕迹了。耶！对啊，这里有拖鞋呢，记得吗？这里有啊，好了。哦，这里也有这个空影啊，而且有拍照。等一下才拍吗？厕所在厕所，先去拍。好啊，先去了。